今晚出来玩不？我又叫了群朋友，一起嗨啊！又是一座，不去了，最近没空，实在忙不过来。切，嫌弃你！啊，杨佑明关注你了，知道吗？粉丝全都炸锅了。明哥关注了，是真的，而且不是所有和他合作过的人。 他都会关注。天气好好啊。谁？早啊，小远。啊，你今天不上班？啊，你说什么？嗯，没事。还好他没听清，今天可是周六啊。怎么了？嗯，没什么。 你都快把这些都化淹死了！吓死我了！小远，你那是我刚洗干净的衣服，小坏蛋！哎，你这人怎么还抢啊？小心！没事吧？没事。啊！ 你别乱来啊！不乱来，反正都湿透了，干脆洗个澡吧。好，卡，场外水闸可以关掉了。哎，助理，快上毯子。啊，小心着凉。哦，这刚才的鸣歌好像温柔了一点。 好冷啊！怎么，今天状态不好吗？啊，没有，拍戏都挺顺利的。哦，那就好。不过话说回来，怎么突然找我要这么文艺的书？这个不像你啊。就是觉得方靖远会多，我想离他更近一点。没事吧？脸怎么这么红啊？啊！哎呦，好烫！祖宗哎，你自己发烧了都不知道吗？司机。 麻烦转入去医院。啊，你来了啊！今天的戏先暂停一下吧，小夏发烧了，等他好了，咱们再继续。去医院了吗？昨天去的，他经纪人说得住两天才能回来。我找人买束花去。等等，你叫人买束花来，我亲自去趟医院。你刚来的时候瘦了很多。 明哥，醒了。明哥，躺着吧，别起来了。好些了吗？好多了，谢谢明哥。哎呀，怎么总是盯着我？好尴尬。啊，对不起，耽误明哥时间了。没耽误什么，这部戏拍完。 我没有别的计划。为什么这两年不怎么拍戏了呢？因为要照顾家庭。你喜欢我拍的戏？啊，很喜欢。从《问江湖》那时候就很喜欢了。《问江湖》都是十多年前的老片子了，那个时候你应该才上小学吧？真亏你还记得。啊，我真的一直是你的死忠粉丝，这一趟过来。 本来还想找你要签名的，就是没好意思开口。啊，想要签哪里？啊，想要签哪里？啊，我……都找一下。完蛋，本来只是为了缓解气氛，随口一说。哎呀，这里没有能让明哥签名的东西啊。那手给我吧。手？手？哎，这样就好了。我先走了，你好好休息。 可惜，没法保存。没关系，掉了我再给你签。嗯。